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.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 伤在每个诽谤者、诋毁者，他聚集财产当作武器，他以为他的财产能使他不灭，绝不然。他必定要被投在毁灭的深坑中。你怎能知道毁灭坑是什么？是真主的燃者的烈火，能升到人的心上。他必定要被关在烈火中，吊在有许多很高的柱子上。